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CLN 城市生活报的城市好生活，我是陈欣。今天呢，我要来带大家选择好的远红外线的辅助工具。所以呢，我邀请到我们的远红外线达人，然后也是我们中华国际健康排汗协会的理事长，理事长郑理事长，你好。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是郑继凯，陈欣你好。你好，你好，我很高兴呢，又邀请到我们的理事长，专业的远红外线达人。真的，如果有任何远红外线的问题啊，我非常欢迎观众朋友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栏都有我们的联络资讯，可以跟我们做咨询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留言，那我们下回再回答你。OK，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啊，就是我刚刚讲如何选择好的远红外线。像现在啊，我们今天因为谈的几乎都是银发族偏，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肩颈酸痛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啊，我觉得这几乎是在各年龄层都可能会发生的。那有的人就是走路哇，就是那广告啊，苦嘞背不起来那一种啊，走路卡卡啊，没有办法好好的运动啊，或是肩颈酸痛到手都举不起来。像这种的问题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我们远红外线的来做使用呢？搭配的部分，OK，我在这边跟陈欣来以及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回答。好的，我觉得在台湾有很多的健康产品，是的，非常之多，但大家都以健康为目的，没说错，有多好就有多好，包括对吃的、对用的，对。对不对？对，可是反对正说我，到都是可以起死回生这那样对我子，来讲呢，我们要谈今天的主题就是远红外线。是，远红外线是选择比你的产品更重要。你要懂得选择，是，所以远红外线基本上它是共振、渗透、吸收，它可以对血液循环，也可以对新陈代谢很有帮助。但问题是，选择远红外线的商品在我们到处都是，没错。那你如何去选择这样的好的远红外线很重要。所以我举两点最重要，好第一的，个，你的波长是波在哪长，里？对，那有人体是9微米嘛，对，所以在日本他们公布全世界远红外线对人体有帮助，就是人体是9微米，那它的正负要有5的 range，那就9+5，9+5，就4到14。4到14这个对，range，先鉴定，你先界定一下它的波长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范。是。那第二个，有符合这个规范，才对我们人体才有功效。稍微有一点点帮助，那最重要就是你的检测单位到底哪一个单 OK，位？好的，好，这个是我们先界定起来。好那的，你要有这个波长哦。第三个，我们才谈到真正的制作里面的材料，是，还有最重要的制作的技术。是，所以这样子的技术或是这样子的材料，我们可以请理事长稍微跟我们做一下介绍吗？OK，没问题。我们在制作的材料里面，我们采用石墨烯。那石墨烯其实一般来讲的话，它是来做一个电线的一个替代品。因为大家知道电线的电弹啊，容易电线走火啦，有电磁波啦。当然，电线的那个热啊，它是没办法穿透皮肤的，没办法产生跟人体共振。所以它只在那个什么呀，冬天在使用。对，它只是热，就是让你保温、有保温的保效暖，果而已。对。对，那石墨烯它代替的一个电线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导热很快，是第二它不会燃烧，那它同时也是远红外线的材料之一。像我们现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啊，这个在穿这个是远红外线的护脚到膝盖这么长的一个产品，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酸痛。那酸痛又跟身体的内湿、湿气有有关关系。系，那酸痛不分部位啊，所以很多人都用床，那床是睡眠，但是呢，有很多的那个酸痛是在肩膀啊，有很多在膝盖啊，有很多是在脚啊，水肿啊，有很多眼睛酸涩啊，那这些的部位
就是提供了很多人他的部位，嗯、所以酸痛不分部位啊，对啊，对，全身都可能酸痛。那当然。那刚刚像我们看到那个从脚底穿到膝盖，就是整个脚的下半部几乎都可以使用到它这个远红外线的一些回流，你的血液循环应该会更好哦。是因为为什么呢？嗯、因为脚啊，一般来讲的话，在医界啊、学界，他们都叫做第二颗心脏。是没错。所以我们脚啊，人家说你今天你的衰弱一定是从你的脚开始。嗯。所以脚对我们太重要了。对啊。但太重要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保护你的双脚？第一个，你一定要动。第二，你一定要有温度。穿这个应该也会流汗哦。它会出汗，因为它是远红外线、嗯，所以它会在脚底，包括你的小腿，嗯，到膝盖，它整个做一个血液的回圈。是 是, 是。所以它会在做静脉的一个什么样一个代谢循环。哦。这个叫微循环。是 是, 是。啊，所以你经过一个运动的时间，运动的强度。就是它的温度的强度跟时间的长度以后，你不出汗都不可能啊。所以它这个效果，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是很厉害的产品啊，真的感觉就是很厉害的产品。OK， 那介绍了这么多的好处，就是它的产品的好处跟我们看到的产品之外，刚刚我们还在影片看到一个整片啊，那是可以躺着可以睡觉的，是。哦，它是坐卧两用，坐卧有些长者哈、哦，他不可能一直都是躺着，是，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椅子上。嗯，那长者很多人他不坐那个沙发吗？对，所以我们用餐桌椅子，哎，啊，让他可以坐着也感受到那个静态运动的感觉。哦，啊，也可以启动他感觉，这个还可以包起来，从脚底到。他的小腿、嗯、对到他的大腿臀部到他的背对那背部是属于督脉嘛阳气聚集的地方嘛对对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他会感受温度带给他的一个身心灵的感觉哦有点在居家式的一个这个除了坐也可以躺啦、啊、对不对是坐卧两用、哦、是那很棒诶像这个冬天你也不需要什么电毯那当然就用这个来帮你做血液循环做运动、哦、其实在温度的远红外线、哦嗯、它在春夏秋冬各不一样各不一样、啊、比方说春天水气最旺对它就可以靠着远红外线来除湿、哦、那在夏天呢阳气最旺我们可以在家里做阳气的补足、哦、对那秋天比较萧瑟对人的心情会比较低落，对，我们给一些温度，因为早晚温差会出来，就会温暖啊。对，然后他心情会非常舒服。是，所以根据一些的一个专家所说，当秋天的时候，你给他温度的时候，他脑内啡跟多巴胺它就分泌，他会比较快乐。哦，那到冬天的话，大家都怕冷嘛，嗯，怕风寒嘛，对，我们可以透过远红外线的温度，可以做足保护、保护、保暖的功效。保暖功效哦，对，这个非常厉害。那之前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过，有一些长辈啊，哈、哦，就是对这个温度的敏感度很低。就像我们有一个广告啊，阿嬷到底看阿嬷哪会拢无感觉，就是阿嬷死去啊，那种概念。所以对温度的那个。的长辈会真的有，就是他对温度的敏感度真的是低到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如果说使用我们这种远红外线商品，对他会有伤害吗？好，我们分两部分来说哈。对，一个部分就是老人，长者他们老了嘛哈，对，所以他的感度比较弱。对。第二个有可能他是糖尿病哦，所以糖尿病对温度的感觉是完全哦。失去那个知觉作用很多。是糖尿病轻重症还是比如说洗肾患者类也是都有是对温度的感度、哦、很弱。嗯。那这是这个部分、啊。是。所以我们要透过温度给他然后还是一样我们要坚持一个真正的远红外线原因在这里。哦。因为你如果不是远红外线而是一种电热的东西、啊、是。那对他来讲他也是没有知觉的一个反作用力。嗯。所以反而伤害。是。因为他可能感觉到我有一些温温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皮肤已经受到伤害。已经受伤了。对、哦。所以我们才启动一个真正的远红外线。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正的远红外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橡木。是。那它的温度是热，但是不会燥热。嗯。不像电毯热很燥热。对，很燥热。对。就是热到会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所以它只有冬天在使用嘛。啊。所以真正的远红外线它是热而不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可以帮助你在皮层底下受热，然后有运动的一个原理。对。所以一般的长者或者一般脚底有为了什么循环不好的人，他会蛮喜欢的。哦，哎，这是一个符合科技化人性的接受度。对对，所以这才是真正对健康有功效的东西。是。好的，那刚刚我们问了理事长这么多的问题啊，就至于睡眠障碍的话，我看更不用说啦。刚刚那个整个拉躺，我觉得那应该是舒服的不得了。未来哈，哎，我总以为哈，因为这些年来我所观看的一个数据哈，嗯哼，未来的人哈一定会碰到睡眠障碍，嗯，因为大家舍不得睡啦，一直滑手机，哎，手机三 C， 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睡前没有滑个两三下，我都真的没办法睡，对，然后滑了更没有办法睡，没错，还有。追剧，追剧，对对对，追到忘记了天昏地暗了，时间到了都要上班了。所以现在睡眠品质非常不好的人啊，一大堆，十个人你可能跟他问一下，我看大概一半以上。嗯，对。所以如何让他能够让自己的一个身心灵取得一个很平衡、很稳定，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跟副交感，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平衡的作用。对，那就是靠着科技化的真正远红外线哦，来帮助一个改善。是，这个可能躺下去很舒服，你就整个放松，根本就是就会自然自动睡着。是，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感觉。那当然是这样了，陈先越来越厉害了。没有，那是在我们的理事长的教导之下吸收的新知识。像我们图片上面啊，这个就是可以放在肩膀的，对，肩膀，属于在肩膀的，对，肩膀对女性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女性的背部的淋巴，然后它对乳房的保健有非常好的一个循环，是，那温度的腰部对肠胃啦，女人的宫要供暖嘛，对，腰酸背痛那不用说了，对。那眼睛来讲的话，有一些人他长期只要你早上起床啊，你绝对超过16个小时在运作你的眼睛，那没错，所以眼睛的酸涩也好啦，长期这样的一个消化也好，皱纹也会出现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要保健啊，对，我们要让它黑眼圈啊，对，然后一些皱纹啊，然后反正很多啦，就是你循环不好的问题在眼睛都干眼症，对，都呈现出来，对对，所以给它温度，对，它可以解除它的疲劳，解劳。这不是只有温度，都还有一些远红外线，那当然一个效果，没错没错，对，所以会让我们的眼睛比较明亮舒服，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哈。啊，我今天小小介绍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很可爱，像 Hello Kitty 猫，这个就是我们理事长这边的那个远红外线的刮痧板，真的是超好用，不管你刮痧、刮脸啊、拨筋啊，都非常有帮助。至于你们要拨筋呢，我下次会在节目呢教大家用这一颗来拨筋哦。如果长期有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就知道，我之前其实有介绍过很多关于这个经络拨筋的部分，那我会再用这一颗很棒的远红外线的拨筋的刮痧的这一个很可爱的小 Kitty 来跟大家做分享，但是你要锁定我的节目。好，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理事长带来这么丰富精彩的专业知识的远红外线的部分。那如果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询问都可以的。OK， 谢谢理事长，谢谢陈青，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锁定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订阅、分享以及按赞哦，我们下回见。